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兔宝们的氧化问题啊。说老花医生好，老花医生，我这一点都不老啊，养了一年多的长寿长花苞了，长得特别慢，总是几朵几朵，怎么样促进同时开放呢？原来这个时期呢，可以用一些花多多二号，也不贵哈，像250克的一瓶才10几块钱，能兑500斤水，您可以用一下试试，好吧？这样的话，它现在咱们养的叶片油油绿绿的，由于它长得慢啊，光合作用充分啊，慢慢的营养还是不是很缺失。但是呢，你想让它开花的时候就有点力不从心了，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适当的加一些肥料了，好吗？臭宝，你大家伙一定要了解，就是肥料这个东西呢，对于咱们养花的来说哈，肥料它只是提供10%、个位数的一些养分，90%多的它来源于土壤跟光合作用还有浇水里面，好吧？所以说呢，肥料这个时候你像开花期这种特殊时期结果期该用的也得用。臭宝说，你看看这是黑斑病吗？这个就是水大缺光通风差，另外呢不排除现在温度低了，温度低了之后呢部分的树都会落叶哈，你尽量的给足一下光照，看不出来是什么品种，好吧？由于长时间的缺光呢，它也会出现这种病害的一种感觉。你像阳光里面有紫外线，紫外线可以帮助杀灭70%-80%的一些病菌，所以说光照很好哈。你像大部分的，不能说大部分的，就是植物只要离开光照它就活不了。有的花友说苔藓这玩意儿它只是需要的光比较少，没有光都活不了，都得给光。臭宝，我又来了，坐标福建的，看看秦叶榕好好的是不是锈斑病。哎呦，剪了它，先剪了它，这叶子先剪了它，浇水这一块有点多，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浇水，干了再浇，不干不浇。另外的话，秦叶榕这一块呢，它是非常喜阳的，你像在南方福建那块它可以完全的去地栽的，这个问题不大啊，问题不大，好吗？浇水这块你把下面的叶子撸一撸，这个不影响的，它只要上面的叶子长就好了，这个就是有病了，撸掉就行了，撸掉就行了，没必要去处理它，上面还会长的。因为我之前那个秦叶榕，就是我做棒棒糖的那个，也是把下面的叶子撸掉，把顶一掐还能做棒棒糖，好吧？你说这个东西很皮实。哎呀，老花姨杂鱼店，这是我的铁粉啊。刘花说，老花姨你卖杂鱼了吗？没有卖杂鱼啊，他起了个名。老花姨，桃树有些芽点下面发黑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下面发黑，你现在这个太长了，臭宝，而且你发的这个照片太过于片面了，太过于片面了。是桃树吗？下面的芽你可以抹掉，不要让它下面也长芽，下面长芽的话它就会顶端优势就会丧失一些，营养会供不上去。另外的话，你如果说感觉这个苗子很细啊，总体长度很长啊，你可以掐掐尖，让它呢下面的芽子抹一抹，留上面的1/3或者一半左右，让它注意力集中到上面去长，好吗？下面没事啊，下面你想想它植物都有顶端优势。你知道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老家话就说什么叫大的疼小的娇，什么到了半就是专门不管半来腰，就是大概意思是，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我爸爸他们都是兄弟姐妹四五个，你看我大爷跟我四叔都特别受宠，到了我二大爷跟我爸就是不怎么受宠了，你明白吗？臭宝，对对对，所以说呢就是尽量的有顶端优势哈。老花一想问个问题，果树水培可以种在河里吗？不可以的。有的话说那在河边怎么长的，怎么怎么地的，这个您一定要了解，它的一个根系呢它不是说全部在水里面，如果说您水培的话也是一半，最多不超过1/3的根是在水里面，还要有部分的根裸露在外，你整个的插到水里面，这个植物活不久的，真的是活不久的。那有的话说扦插的怎么怎么地，扦插的你那时间短，时间长了以后它水里面的营养不足够于它生长根，水里面虽然说有一些个空气有一些氧气，但是还不足够，所以说当自己的生长旺盛之后呢就不行了，这个不建议啊，不建议种到河里，你可以种到河边。再说老花一，我一直以来有个疑问啊，你说自来水里面又含有氯啊，它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那么我调配枯草芽孢杆菌、哈斯木霉菌啊，或者 EM 菌这些菌剂啊，这自来水会不会杀菌呢？会不会影响效果呢？我一直都用自来水调配的。首先呢，咱们先说一下这些菌群对植物的一个影响。植物呢是不直接吃菌的，植物所有吃的东西呢都是一些个现成的，你比方说一些无机盐，还有光合作用，还有浇水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机质，包括动植物的一些尸体，你比方说动物的尸体，包括植物的落叶等等一系列的，这个呢植物它也吃，它不是直接去吃，中间呢有一个消化过程，有一个降解的过程，中间的这个过程呢是靠这些菌类，你比方说的 EM 菌啊，比方说解磷菌啊等等一系列的，这是这些个菌类来帮助它的，好吧？这个菌肥这个东西像咱们口腔里面和肠道里面益生菌一样，它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营养，而是帮我们去降解一些东西，去分解一些东西的。那么咱们在用菌肥的时候呢，有的话说用自来水会杀菌会影响吗？
它那里边才多少点啊，那个氯还能杀灭，还能杀完了呀。如果说你真的担心的话，你可以接一些雨水，这是不要钱的，或者说一些纯净水、过滤水都可以。氯气的话不是特别影响，你晾一天的自己氯气它自己就挥发个差不多了，好吗？问题不大。好了，今天的氧化问题呢就到这儿了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，其他氧化问题呢视频上留言，合适的话见氧化这个一拜了。